国防部今天发布，侦获中共歼十一以及无人机共二十架次出海，配合共建执行联合战备警巡。共军东部战区近期还在东南沿海浙江福州海域展开实弹射击，靠近马祖海域，我国军则派兵力应处监控。 两岸情势不平静，中共在台海再次展开联合战备警巡。国防部十二号发布，侦获中共歼十一、运八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二十架次出海活动，其中十三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，进入我北部、中部及西南空域，也掌握共军东部战区近期在东南沿海浙江福州海域展开实弹射击。中共东部战区近期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州海域。 划设数个保留区域以及临时限航区。 并执行实弹射击演训。共军实弹演习区域不止接近马祖外海划定的临时限航区，也是国际海空航线，国军高度警戒。巧的是，外媒才报道国军有意斥资四千八百亿元对美进行大规模军购，向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展现台湾自我防卫决心。专家解读，国军透过揭露共军加大扰台力道，争取国人支持。我们国防部在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它宣布出来啊，告诉我们的国人大众。 啊，说这个我们的敌情威胁啊，不断的存在跟升高，啊，所以请大家支持国防预算。国军除了有意提高对美军购，也努力战训本务。陆军航特部十一号在屏东恒春展开实弹射击，投入阿帕奇攻击直升机、UH 六零 n 直升机，发射二点七五寸海神火箭、三零链炮及 M 二四零机枪，精准命中八区，展现平时训练成果。记者黄子杰、陈弘毅台北报道。